注意看，这只狗狗正盯着一个烧烤摊看。狗狗看起来脏兮兮的，眼神中透露出了渴望的神情。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做呢？大家好，我是狗哥，欢迎回到狗狗频道。或许是与人类生活久了，许多狗狗也懂得以物易物的观念。日前，一位烧烤摊的老板就在网络上分享了一个神奇的经历。烧烤摊的老板表示，当时自己正在准备客人的烤肉，一只流浪的阿金突然就出现在了烧烤摊旁，他真诚的眼神实在是让人招架不住。正当老板还在犹豫要不要给他一块肉的时候，接下来阿金的举动让人超级的震惊。原来阿金突然叼来了一片树叶，想来做交换。他很有可能是观察到客人付钱买肉串的动作，因此他才叼来一片类似于纸钞的叶子，真的是非常的聪明。而且当时又刚好下起雨来，阿金全身都弄得湿哒哒的。老板在看了之后十分的不舍，也只好赶忙送上了一些狗狗能吃的肉肉。看着阿金的脸上也沾满了绿色的碎屑，相信他为了找一片完整的叶子来换烤肉，一定是非常努力的吧。最后我想说啊，看到这样的狗狗，又有谁能够拒绝它呢？那么我是狗哥，我们下回见咯。